嗨，大家好，我是 Harris。那么我在还没 join property 之前呢，我是一位 banker。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Before 做 property 的时候，我是做游戏的，我是做 3D animations 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Hannah， 我是从事 business development 行业，然后我是从国内开始发展，然后慢慢呢就发展到国外开公司了。做九点到五点的工作呢，其实给不到我一个很大的成就感。主要是因为呢，我会发觉说，其实我是用时间来换取金钱。那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在我身上看到的是，原来我们都是把公司或者是老板的目标当成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察觉到一样东西，我应该为自己着想了。毕竟我要赚的不只是钱，我要知道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做什么。最大的障碍，我在做第一年的时候，我是没有人教，没有人带。什么是 freehold、leasehold、landed property、condo， 什么都不懂。做到半死，好像又赚不到钱，好像要做不懂自己要做什么，好像没有一个目标，也不懂自己在搞什么鬼啦。我一直来fight for 个人销售，我觉得还蛮顺利的。但是呢，当我到了一个 level， 我才知道原来我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系统去 build 一个 team， 然后我就遇到了今天的 house， 他们不只是一个团队，最重要就是说他教你怎么建立你的品牌。为什么我会建立 house 呢？是因为我发觉每个人 join入 property 呢，其实最大的问题啦，就是哪里拿到客户来源。在 house 呢，我们擅长的是应用免费与简单的方式来提高我们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曝光率，帮助你们建立属于你们自己的个人品牌。在 house 里面，我不用再那么麻烦的去找顾客，反而 house 里面他们会有用很多的方法， YouTube、 Facebook 还是 Instagram， 在里面他们可以自己找到客户来给我。 then 再加上我只要会跟到 customer 讲的话，那我就很容易找到客户出来。他们在以另外一个方面在帮我 polish up 我的这些品牌，让更加多人认识到我，所以 house 是帮到我这里，把我突出，再给整个马来西亚还是整个 KL 的人看到我是谁。其中之一呢，除了我们讲说做 video recording 之外呢，我们还有的就是一系列的教育， OK， 教你怎么样从一个新人不懂得怎么做销售，然后怎么样做成一个 consultant。 在去年 MCO 的时候，房产像过了一个冬天一样， house 竟然能成交上百万的销售额，这一件事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这样的成绩全归功于 house 有效的个人品牌建立以及专有的团队系统管理。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join house 啦，因为我们不只是在卖房地产，我们在建立我们自己思维，而且你也不用再那么繁忙自己打 advertisement 一大堆东西，然后过后把你的钱丢下大海，能够什么都拿不到。而 house 会帮你做好这些东西，你已经不用那么浪费你的时间，而且我们会把你 build 你自己的 platform， 你自己的brand， 也会把你推到你另外一个阶段。自从加入 house 以后呢，我的团队建立有飞跃的进步。如果今天你是在房地产这一行的话，与其想着怎么打击我们，聪明的你不如加入我们。在 house 我们相信成功可以被复制，与其盲目的做没有方向的跟风，倒不如跟着系统教学，一步一步执行，打造一片属于你的房地产天下。House 等你加入。在 House， 只要你愿意，你踏出的一小步，将会是改变你人生的一大步。欢迎你来体验。